北京时间8月13日，詹皇最近再次被球爹攻击了。老鲍尔这次拿出了湖人领袖的地位来做文章。当有记者问他谁才是湖人领袖的时候，老鲍尔放话，球哥没有去克利夫兰，而詹姆斯自己跑来了洛杉矶，所以是勒布朗抱他儿子的大腿。你们难道看不懂吗？事情的情况就是，朗佐一直待在湖人，勒布朗主动跑来了洛杉矶，显然正是朗佐的球队，是詹姆斯主动来找他。球爹当时说道，听起来球爹的话好像也没法反驳，确实是詹姆斯来的湖人，球哥是本地人，按理说一般都是本地人当老大。另外球爹还强调了另一个点，那就是球哥不用向詹皇学习，只要能赢球，我不觉得朗佐需要跟他学什么。这就很有趣了，球爹自从詹皇来湖人之后已经嘲讽了他两次，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詹姆斯才会回应他。至少球迷已经很不满了，你儿子滚出湖人，迟早詹姆斯会要求交易他儿子。 NOXV